这个叫雪碧。爸爸你打开吧，爸爸你打开给我喝一口，给爸爸喝一口。他干什么呢？他有气儿。喝雪碧。喝一小口。多大一口？很大。很大可不行。爸爸，你给我一小点点纸吧。一小点点可以。一小点钟。你刚喝完一口吗？这不是你尝了吗？你尝完了呀刚才。我没有尝完。爸爸我就喝 一小滴滴，我也自己拿着喝。干了没有了，剩下一小滴滴。